家好，我是伟杰建设核电建设机构的董事长特助吴伟杰。那今天很荣幸呢，能够受到国家建筑金奖的主委评审委员及长官们的肯定。那核电建设机构呢，从民国79年创业至今将近30几年以来呢，公司始终秉持着诚信的面对每一个客户，努力的帮客户们把房子盖好的信念，在做我们的事情。那未来的日子里，公司会持续的秉持